第一位庄严法师对于能吃苦的体会，庄严给和尚请安。庄严星期一上午听了同学的心得报告后，对于能吃苦有另一层的体会。一般我们对于以苦为师的理解是要把物质上的需求降到最低。正如贤公和尚所示现的，吃的是苦，穿的是补。在听了同学说被家人揍了，心生委屈，让庄严体会到真正要吃的是这个觉得委屈的苦。在此要感恩同学的慈悲示现。所以，不只是要能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安然度过，还要能承受在克服烦恼习气时所感受的苦，这才是真的能吃苦。不知这个体会是否正确，请和尚慈悲指正。常惭愧，庄严顶礼。2014年4月22日。这个问题就是菩萨六度里面的忍辱波罗啊，通常忍辱里面讲三种，啊，第一种是别人外援呢加给你的羞辱，要能忍。啊，佛经上常常举割力王割截身体。忍辱最严重的无过于此啊！忍辱仙人是菩萨，在山洞里面修行啊，被割力王的宫女们发现了啊，大家到这里来向忍辱仙人请教，仙人为大家说法啊。割力王睡觉醒过来之后看那些宫女不见了啊，到处找，最后把他发现找到了，原来啊这个出家人说出家人引诱宫女嫁给他这个罪名啊，把他杀了，杀了是凌迟处死，这是最残酷的刑罚啊，用刀割肉，一片一片的割，慢慢的把他割死啊，真叫奇耻大辱。菩萨能忍，对割力王没有怨恨，不但没有怨恨，还生大慈悲心怜悯他。为什么？他造这个罪业，你要知道，来世无间地狱的果报啊，他自己不知道啊，忍辱仙人知道。这个真正明了因果的人知道啊，
啊，那么想到将来要受无间地狱的苦，对他怨恨的心啊，自然就化解了。他很可怜呐、啊，他愚痴、贪嗔痴慢太重了，做了这样的罪业。啊，人如仙人可以原谅他，不跟他计较，但是业因果报啊，躲不过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这是自然定律，没有人能够逃得过的啊！所以起心动念，现在科学家做的水实验，我们真的看到了。啊，台湾台南的同学前几天带着他们做的这个实验放给我看，里面有一些的让我们看到产生疑惑啊，明明是不善的这些事，为什么水试验呈现的反应是很美好的？啊，他们来问我，他特地来的。我们人也比不上水验，为什么？人有起心动念，水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事出是见法，善恶是相对的，但是善恶也融通。换一句话说，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。啊，你看太极图里头，阴里头有阳，阳里头有阴。啊，我们疏忽了。啊，现在。善，未来未必善。啊，这个事情大家相信啊。现前恶，未来未必恶。这就要智慧去观察了。啊，佛教我们用理智，不能用感情，用感情会做错事。啊，那么又何况高雄刘医生这个实验，做实验的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，跟日本江本博士完全不一样。他那儿做实验的人的话都不是宗教徒，没有宗教信仰啊。他们用清净心做实验的时候啊，把一切善恶统统放下，一心专注做实验。那么佛教徒带着佛的习气，又何况实验的外围是道场啊？道场里面天天讲经，天天念佛，没有中断，这个磁场不一样啊！
啊，我相信这个磁场决定对这些水有感应。啊，不可能没有感应的。啊，江本博士的实验室在东京是大都会，那里头多复杂。啊，所以真正理想的实验室还是佛家讲的难入啊，难入啊，就像修行人修学的道场一样清净啊，周边的环境自然环境没有特殊的善与不善啊，很普通，这样环境里面做出来的实验决定可靠啊，特别是做的人他的起心动念会感对这个实验有干扰啊，菩萨修行也如是。忍辱里头第一个人为的加害要修忍辱波罗啊，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生活啊，这个地方所说的能吃苦啊，修行人在遇到遭难的时候没有人供养，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需要人啊，不怨天不由人啊，不能说这信徒把我忘记了，为什么不送供养来啊，不能有这个念头，一心想道啊，啊，七天没有东西吃，没有睡眠，可以求往生啊。啊，宋朝盈科法师为我们实验的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我们相信这三天三夜他没吃过东西那一种真诚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，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，十年之后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你往生啊，等于是给他受记了，佛决定没有妄语，决定没有谎言啊，盈科聪明，这个世间苦啊，极乐世间乐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往生啊，所以向佛报告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跟你去，阿弥陀佛答应他了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，真的三天我是没有生病啊，
没有痛苦啊，一切都正常啊。啊，往生的这一天，他要求寺院大众念佛送他往生，大众当然欢喜，让大家亲眼看到往生的真实例子，那这都表法了啊！大家跟他一起念佛，念了一刻多钟，他告诉大家，佛来了，他能看见，别人看不见。啊，向大众告别，真走了。这种例子很多，现在都有。啊，我们所熟知的来佛寺的有三个，啊，民国初年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寺，谭学法师告诉我们的啊，还有他的那个徒弟郭鲁江站出走的，走了还站三天，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，啊，我们在台湾也见到一个在家女众啊，站着念佛往生，这不是假的一丝毫病苦都没有，啊，在美国啊，早年我在台湾认识的甘老居士，我在台中十年，每一个月生活费用150块钱。啊，甘老太太住在台北，邀了15个人，每一个人一个月供养10块钱。啊，他负责去收，每个月寄给我，10年没中断。啊，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念佛的，在旧金山往生，日知时知啊，没告诉任何一个人啊，告诉人怕别人干扰，怕别人妨碍他，不告诉人。啊，晚上往生，晚上什么时候不知道，大家都睡觉了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他走了，坐着走的，啊，盘腿坐在床上，
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啊，床上放了遗嘱，啊，还有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，他都把它做好了，啊，摆在床边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，至少三个月之前才晓得，他都要盖上去买料子回来做。那么这是现代的，我们看到有念佛三天往生的啊，在美国是马里兰州说的，距离美国首都不远啊，周广大一生没有宗教信仰，得了癌症，临终前三天找到我们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德州，在达拉斯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有这么一桩事情，我们协会那就是美国佛教会派了四个人去了解环境啊，见面之后跟周先生见面之后他们打电话给我，确实严重，那不可能呢再恢复，所以马上劝他，跟他介绍极乐世界，劝他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个人有善根，一说他就相信，他就接受，告诉他家人不要再去找医生找药物了，不需要了，你们通通帮助我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一开始念佛我们有四个同学带着，再就他的家人啊，一起给他念佛，感应马上现前，他的痛苦减轻了啊，本来是很痛苦的，哎，觉得轻松，没什么痛苦，跟着大家一起念佛，三天三夜走了啊，证明佛在弥陀人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，真的不是假的，这个人三天啊，往生之后火化，听说还有舍利给大家做证明啊，这一家人统统学佛了啊，原本没有宗教信仰啊，看到周光大的往生他相信，啊，所以对于生活困境要忍啊，人为的加害要忍，另外修行修法要忍，不忍不能成就啊，这个里面人最重要的一门深入，你能不能一个法门不受任何干扰，世法不能干扰你，佛法也不能干扰你啊，一生就学一样，
像海鲜老和尚，20岁出家，师父什么也没教他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。那么师父也看中这个人，给他这个法门非常有效果啊，他老实听话真干啊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他112岁往生，一生没有听过经，他不认识字，当然没有读过经，没有听过经，一生就一句佛号。啊，念到最后，别人有些疑难杂症向他请教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可不容易啊。修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够得到什么都知道？大乘教理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才是真正的什么都知道啊。那我们要问海鲜老和尚有没有明心见性？你要问我，我会告诉你，他确确实实证得明心见性，就用一句佛号证得的。啊，因为他的善根好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前面所说的老实听话真干，这是善根啊，他具足了。福德是什么？沉静，这个人诚实，一生没有说过妄语，啊，从来不欺骗别人，啊，诚实、清净，心上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恭敬，有这三个条件是福德，有善根有福德啊。缘他居住了，住在乡下小庙，破旧的小庙，没有人干扰，啊，他这一句佛号可以从早念到晚，睡觉就休息，啊，好好的睡眠，醒过来接着再念，92年不中断。所以，在一般念佛功夫的次第，啊，首先得功夫成片，像他这样善根福德完全具足的人
我们相信三年可以得到。啊，功夫成片了。再三年可以得到四一心不乱。再三年可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理一心不乱。啊，真的理一心不乱在什么时候呢？应该在他30到40岁这个时候。他20岁开始，到30岁10年，到40岁20年。啊，我不相信他有那么长的寿命，112岁。这么长的寿命怎么来的呢？阿弥陀佛把它延长了。那为什么把它延长？让它表法，就是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，给净宗同学们看。用意在此地，只要这一句佛号，死心塌地。念到得定，四意心不乱就是得定，理意心不乱就是开悟。那我们要问，开悟他为什么不讲经说法？客观环境不许可，这个要懂。他如果是生在3000年前，跟释迦牟尼佛同时代，他就讲经说法。啊，肯定像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一样，啊，带佛教化众生。他如果生在中国唐朝那个时代，啊，1400年之前，他会像慧能大师一样，弘法利生。啊，那么他现在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跟我们同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动乱，满清亡国之后，啊，军阀割据，中日战争，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度过的。天天逃难，日本人在后面追，距离近的时候，机枪声音都听得到。那换一句话是，战场距离我们很近，那炮的声音就不必说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代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一般人迷于科学技术，迷在这个地方，对于传统丧失信心。啊，佛经里面讲的佛性，谁能接受？
传了几千年的教学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谁相信？啊，方法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根本就不能让现代人接受。那怎么办？传统文化会灭亡，那我这些代年轻时候还结识一些真正善知识啊，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羞耻的大德，现在这些人统统过世了，一个都找不到了。我们今天成为大德了，跟上一代大德相比，我们跟他差很远。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啊。那这就说了，传统大臣一代不如一代，摔下去了。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可怕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办法兴旺起来，佛法就灭亡。啊，世界上四大古文明，中国最后的这一个可能也快灭亡了。谁来救？佛菩萨真正怜悯一切苦难众生，不忍令大臣就这样的消失了，怎么办？佛菩萨再来，那就真有救了。佛菩萨会不会来？看看有没有真正发心学习的，真发心学，佛菩萨就来了。为什么？真正发心，这是有感呐、啊，佛菩萨就有因呐、啊。啊，国家领导人真正求贤，真正求这些圣贤佛菩萨，佛菩萨会降临这个世界。啊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，帮助国家领导人教化众生啊，国运自然昌隆，圣贤慢慢就出现了。那我们在这里也全心全力做助缘，帮一把力，主力是国家在领导，我们在旁边加一把，帮助他。啊，这个方法就是《大乘经》上常说的"尽现在说法"。
佛法是教育，中国古人有言呐，有过之人，这有过之人是就是掌国家大权的领导人，不教民不服也，要不提倡教育，人民不服啊。一切都是以教学为先啊，诸佛刹土教学为先，极乐世界教学为先，只要把教学为先做好了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那么教学的条件，先决的条件就是要建立教学的自信心啊，首先要承认人性本善，要承认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佛，这是佛说的，大乘经上说的，本性本善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说的，那个本善跟本来是佛是一个意思，佛就是本善，啊，找不到丝毫缺点，啊，所以修行要忍。你比如我们提倡，啊，在国外提倡建汉学院，汉学院怎么学法？学一门课程，一部经典，期限10年，10年死心塌地学这一样东西，啊，要把这些东西念书，啊，古德教导我们读书千遍，这部经典从头到尾念千遍，1000遍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，2000遍，2000遍还不行，3000遍，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到大彻大悟为止。啊，在一般讲呢，彻悟是难，大悟不难。10年的时间可以有大悟出现，大悟就能解决问题了。啊，悟就是自见，啊，其意自见，不要人教，不必听人讲，自己明白了，真明白了。啊，什么是真明白了？自自然然的明白，不是我去想。想就落在第六意识，那个明白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是你自己想象的，不通过想象，豁然就知道了，这真正开悟。啊，你能把这部书讲得透彻，
讲得详细，让别人听都能听懂了，有这个能力啊，这是人的本能，恢复本能，没有耐心决定做不到。啊，早年李老师教我学菩萨道，第一个放下，布施是放下，第二个忍辱，就是由于耐心啊，一样东西永恒不变，时间久了自然有悟处，而且学一定要落实到生活啊，如果你所学的不能落实在生活，不能落实在工作，你白学了，你学了不发生作用，这学以致用啊，学了管用啊，啊，管用就能变化气质，就能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统统要靠忍辱啊，不能忍就不能成就。啊，现在老师没有了，但是古人教给我们学习的理论跟方法存在，我们依照这个道理，依照方法去学。啊，只要肯放下，只要有耐心，你会有成就。啊，海贤老和尚是个很好的榜样，我让大家看他的光碟啊，一天看三遍，看一年，看一千遍啊，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这一年你真正会明了海贤老和尚他的境界啊，他的智慧神通道理，你慢慢就体会到。第二位悟圣法师学习《无量寿经》科注心得报告之二：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、沙弥、沙弥尼在家大德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悟圣在学习《无量寿经》的玄义第四部分方便利用之后，有一些心得向师父上人及诸位大德报告，恳请师父上人慈悲开示及诸位大德批评指导。在方便利用里面，黄老菩萨引用了释迦牟尼佛在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上的三句经文：菩提为因，大悲为根，方便为究竟。这三句话把大乘佛法的内容全都说尽了。佛所宣讲的甚深经典是从他的清净心、平等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清净平等的起用就是智慧。所以我们凡夫想要开智慧，就必须把现在的妄心换成真心，也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觉悟之后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自然就透彻地明了了，不再迷惑了。
我们学佛的目的正是为了让自己恢复原有的智慧德能。我们如何才能恢复像佛陀一样的智慧呢？在经典里面，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84000法门，这些法门通通是帮助我们开智慧的。这么多的法门里面，最有效、最方便、最快速、最稳当的，无过于持名念佛法门。按照经上的说法，我们想要开智慧，必须断除了88品见惑、81品思惑以及尘沙烦恼，而且还要破一品无明烦恼，我们的智慧才会透露出一分。在现前末法时期，我们是内有深厚的烦恼习气，外有强烈恶缘的诱惑和阻碍，使得我们很难在今生实现断除三种烦恼的目标。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，对于所有的众生平等关心、平等爱护，这种大慈大悲是无条件的仁慈博爱。在大涅槃上，佛告诉我们，他这一次到娑婆世界来示现佛身已经是第8000次了，这就体现了佛度众生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佛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释迦牟尼佛深知在末法时期众生修行的难处，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脱离十法界，正入一真法界，于是传授我们一个特别绝妙的方法，它不需要断烦恼，只要持持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扶住了我们的烦恼就可以了。净土法门修行的具体方法和详尽的理论都在净土三经里面，一切诸佛在因地当中都曾经发了帮助众生成佛的这个大愿，而念阿弥陀佛一生成佛的净土法门，把诸佛如来的四弘誓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从哪里看得出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究竟方便呢？从世尊八相成道的示现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世尊在示现成佛之后，一直到入波涅盘之前，每天教学从未间断，经过49年的言传身教，具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众生逐渐回头了，开始觉悟了。虽然世尊说了千经万论，这些经论的归去全是劝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经典佛一般只讲一次而已。现存的五种无量寿经原译本，经过隋唐时代的古大德比较之后，他们发现世尊至少当时宣讲这部经三次以上，这不证明无量寿经的重要性吗？而无量寿经所讲的内容归结到最后就是两句话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当年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佛说阿弥陀经时，直接就用阿弥陀佛 作为他的经题。净土法门的修学非常容易，只要我们具足信愿行三个条件，人人都可以在今生成佛。来佛寺三圣之一的闲公老和尚92年专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刘老菩萨欲知时至念佛自在往生的示现，都是在给我们大家作证，证明这部夏老菩萨汇集的无量寿经没有错误，黄老菩萨集注的无量寿经没有错误，师父上人宣讲14回的无量寿经也没有错误。
正因为诸佛如来拥有至高无上的智慧，他们才能为我们讲解清楚西方净土的一正庄严，也因为他们有救苦救难的大悲心，才会不断地来到六道里面示现佛身，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。在明白了修学净土法门的殊胜义理之后，我们念佛成佛的决心和信心才会坚定，绝不动摇。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到老实、听话、真干这六个字，真正发心念佛所获得的圆满利益，如同贤公老和尚一样，觉生净土，不退成佛，广度有情。惭愧弟子，悟圣以上所报告的内容，诚请师父上人慈悲开示，并请诸位大德指正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听了悟圣师弟心得报告，修学净土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多半的精力都用在经教上。这个是修学必要的课程。为什么？完全是信心的问题。有几个人把经中的道理、方法、利益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再没有怀疑了。这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。从什么地方看？从我们没有把念佛法门落实在生活上。它非常简单，你看海贤老和尚多简单，落实在生活上。生活上没有中断念佛，起心动念全是佛号，应用在工作上。他的工作是选择农耕，一生时间都是在农田里面工作，不妨碍念佛。别人就是做工作太久了，累了，说没有了，我在念佛了，他在念佛。干什么都是念佛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佛有信徒来看他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老老实实教别人，自己真干，别人跟他的有信心。为什么？他健康长寿，他告诉人
只要肯念佛，工作不会感到疲倦，不会觉得很累。啊，念佛跟工作结合成一体，感到轻松愉快。啊，他的农耕我们有理由相信。啊，他所种的粮食比别人的粮食好吃，营养更丰富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用真心耕种。啊，别人耕种粮食好，多卖一些钱。啊，他有这些东西夹杂在里头。海鲜老和尚的农作物里面只有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是用清净平等决心种出来的。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他种的蔬菜，种的水果。世间第一了。心不一样。念佛心重点啊，现在的量子医学家相信啊，佛在经上早就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老和尚农耕所生产的农作物从心想生，它是最好的形象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要学习把念佛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。啊，学院的一些同学发心都是将来弘法利生，虚佛慧民。落实在讲习当中，落实在影响听众之中。啊，我们要身心研究，别人接触到了才相信你，你自己做不到，别人不相信，从哪里做起？从精义三福。那精义三福第一条，孝亲尊师，落实在弟子规。弟子规没有做到，你这些东西都会落空。啊，还要落实感应篇、因果教育。啊，然后落实十善业道，佛陀的教育。我称这三样东西叫儒释道的三个根。不从这里落实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有这三个根，第一佛你做到，再提升到第二，啊，第二是佛法了。前面第一条，世间法，世间做人要具备人格，做人的资格。这三样东西，做人的资格，
你要不认真学习，你没有做人的资格，你怎么能学佛？啊，这三样东西小时候没学过，现在赶快补习，不把它补出来不可以。你学什么都会落空啊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三样东西啊，这三样的宝中之宝啊，像盖大楼它是地基啊，地基没有做好，楼盖上就会倒掉。啊，有这个基础，这才学佛。学佛，受持三规，居住中戒。我们有没有受持三规？这要问自己。每一个佛门弟子都受过三规，只是形式上受了一次，以后就没有了，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三规是学佛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念念不能忘记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皈依三宝，是张家大师作证的。啊，大师告诉我三皈的重要性，从受了，进行受。不能忘记，忘记了你就不是佛弟子了。啊，皈依佛是什么意思？佛是觉悟，觉而不迷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觉而不迷是皈依佛，正而不邪是皈依法，静而不染是皈依僧。我每一天在求什么？求觉，求真，求净，这就是佛弟子名副其实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阿弥陀佛的学生。啊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绝不是追求世间名闻利养，啊，念念是求觉真经啊，觉真经从哪里求？从戒律求。所以下面经文啊，受持三规之后面就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。威仪我们今天讲的礼貌，啊，它不是戒律，它是做人的规矩，必须要遵守。那现在都没有了，那社会没有礼，啊，那我们怎么学法？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沙弥律仪，啊，沙弥十条戒，24门为仪，这个小册子。
要认真依教奉行啊，沙弥律仪在家同修可以修啊，至少要学到五戒、十善啊，有机会呢，八关斋戒、沙弥律仪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你都能够学会。这是经典上承认的，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佛承认你是弟子，啊，三归弟子。往上才能成就佛法。啊，经中最重要的三个条件就是心、愿、行。啊，我们能够真正依教奉行，对佛法就做出了贡献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让社会人看到，不学佛的人看到学佛人的威仪，他会起恭敬心，对佛法赞叹。啊，学佛的人看到你有威仪，你持戒有威仪，会帮助他增长信心，啊，增长他的真诚恭敬心。身教啊，身心言教啊，才能成就功德。啊，然后我们从净土悟经专攻一门，专弘一门，劝导大家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无量功德。啊，认真努力，三宝加持。还有没有？第三位美慧老师忏悔发愿：尊敬的师父上人及诸位法师、老师、领导及大德慈见，感恩三宝及师父上人慈悲加持及众缘的帮助，让美慧有机会参加无量寿经学习班，并在三宝面前及诸位老师大德前发露忏悔。忏悔无量劫至今生对人对事对物的不恭敬。一，从小因养尊处优，任性霸道，在家是小霸王，常因不合己意就耍脾气，让父母及哥哥姐姐伤心生气，婚后变成家中的母老虎，任心自恣，猜疑，爱管人，控制，占有，不合意时就生气，时常演变脸，还不用戴面具。今生惭愧业重，当女众，心量小，对别人说的话时常琢磨，而生闷气。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时所变，感得所在之处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从别人身上的举动，我看到原来母老虎的特质是如此吓人。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古人常说一山难容二虎，何况一山多只。
当母老虎聚会时，多是两败俱伤。前几个月听说一位领导可以管全体干部，就是老婆管不了，因为惧内。我得为我记忆播放出来的静缘负100%的责任，在此至诚向无量劫至今生的父母、师长、亲朋好友及法界众生顶礼忏悔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恳请慈悲原谅，今后将放下母老虎的威风，改头换面，转型为小猫，修六合敬，随缘妙用。二，无量劫至今生，常因骄傲自恃，有意无意，身与意三业，常轻慢修行人及世间出世间讲法之人，对于所说之法及言语不以为然，讥笑诋毁，或露耻笑，或背面非，或劝人共非，或一人非，或多人非，感遭愚痴果报，学习经教无记性，过目即忘，过耳即忘，且见人之德没有如己之德，还有酸葡萄的心理，从今将洗心易行，奉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，广修随喜功德，对于一切人之点滴善行，我皆随喜赞叹。三，无量劫至今生，因不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常仗势欺人而怀疑，感召胆小害怕的果报，对一切人事物常有恐惧、恐慌、畏惧、害怕之心，苦不堪言。此业报也障碍自己对圣教之学习及真诚恭敬心之显现，生活中常犯此大病，妄想杂念特多，有意无意障碍佛法落实。今至诚给因诋毁及怀疑心所造成伤害之有缘众生忏悔，恳请您们原谅，对不起，祈求佛力加持，净化身与意三业，转为清净平等觉。四，由于无量劫的积习共高我慢，加上坚固的我见，对于善知识领导及尊长的教诲往往不以为然，不能依教奉行，且内心生出很多意见及想法，不能虚心受教。今日明白这是自己的大业障。佛的法印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自己学佛已经18年了，非常惭愧，没有随顺诸佛的教诲，自尽其意，没有真实去落实。看到别人的过失，有时还生烦恼，起怨对，埋怨他人。因此学习过程感召诸多障缘。佛在《楞严经》上讲，因地不真，果遭淤屈，一切境缘都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，真是自作自受。自己的不净念不仅是水之道，念头周遍法界，法界一切万事万物，甚至微中子，都有我的不善信息在里面，我也教坏了全宇宙，所以感得很多人也跟我一样造同样的业，真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喜欢看别人过失，说别人过失的聚会在一起，臭味相投，污染清净心。至诚忏悔，也代一切众生忏悔以上共业。因为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时所变，
都是我的不善念缘故，才变现出此不善境缘。今后将努力学习，真诚恭敬，虚心受教。五、忏悔对犯行人生种种不善之心。启示经地狱品云：瞿离迦比丘位于舍利佛目犍连所起诽谤心，浊心恶心故，死后即生波陀摩地狱，其口出大热焰，长数余轴，其舌上自生500铁犁，恒常耕之。诸比丘，我于余处未曾见如是色类自损害也。自己于无量劫至今生，因烦恼炽盛、傲慢邪之见及愚痴心重，曾犯此深重罪业，有意无意，身与意三业对恩师及犯行人及善知识，生轻慢心、恶心、损恼心、垢浊心、不恭敬心及不敬心，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甚至有人亲近犯行善知识及恩师时，自己曾因愚痴不是善知识，也曾犯讥笑诋毁不以为然之罪业，甚至有意无意也影响有形及无形众生造作此罪业，而障碍众生亲近善知识，以至于今生亲近恩师及犯行善知识时，常业障发相，时有境缘让自己主动生退心，苦不堪言。因此身重罪障未忏除，亲近恩师多年，少能依教奉行，并感召诸多不善业缘，时或听闻无知众生有意无意批评毁谤犯行善知识及恩师，造同样罪业，每会生大惭愧，向恩师及犯行善知识顶礼忏悔，并代此等众生忏悔，福愿三宝加持众等早日清净身与意三业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圆成佛道。发愿，师父上人曾说，闲工耕种念佛，我们耕种的田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科注，校对出一个完善的本子留给后人。发愿将用念力在无量寿经科注这部书上全部栽上阿弥陀佛的种子，让见闻者皆欢喜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，圆成佛道，以报三宝祖师师父上人及众生恩德。在修行上有错误及偏斜之处，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法师老师大德慈悲指正，至诚感恩师父上人慈悲教诲及领导慈悲护法，真诚祈请师父上人长久住世，为世明灯，救度苦难众生，恭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，光寿无量，常转法轮，诸位法师老师大德及领导六时吉祥，圆成佛道。惭愧学生每会顶礼忏悔，2014年4月22日。每会同学的忏悔，人能知道忏悔，这就回头了，觉悟了。我们看到多少人在一生当中，自己知道有过失，但是不好意思说出来，碍于面子，
这种人多。我们在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常常看到菩萨法路忏悔，也是做榜样给这些人看啊，告诉世人，古人说得好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，找一个一生没有过失的，一个也找不到啊。纵然是佛菩萨示现到这个世间，他也会示现有过失啊。为什么示现嘛？教人改过嘛？怎么教法了？我自己有过失，从我改起。啊，那不做这种示现的，从这种方式回头的人就找不到了。啊，所以做榜样给人看。那我们想想，忍辱仙人跟格里王是不是菩萨来表演的？没错，真正是菩萨来表演的啊，像舞台上演戏一样啊，演正面的忍辱仙人，演反面的格里王，都演得非常好，演得非常逼真啊，让我们看了听了留下印象，慢慢去体会，慢慢去觉悟啊，我们从这当中学会了忍辱波罗蜜，这就走向成功的大道。啊，不能忍，怎么能成就？小忍小成就，大忍大成就。啊，人从内心呢，中国的文字，心上面一把刀啊，啊，这刀刃放在心上啊，能不能忍，能不能接受？啊，这个字是会意的字。你并没有犯过失，别人有意加罪给你，这才真正是忍辱波罗蜜啊。为什么？受什么样的委屈，受什么样的灾害，不用辨别，啊，不但不辨别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修行人，修行人修什么？修心呢，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，心就被染污了，错了。不但一切恶不放在心上，一切善也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
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，善恶都是善恶，看果报就知道了。把善放在心上，你得到的三善道；恶放在心上，你得到的三恶道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呀，这就错了。啊，真正修行人，善恶不放在心上，染净也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善恶不放在心上，可以超越六道；染净不放在心上，可以超越十法界。啊，心本来是清净，没有丝毫染污。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这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，第一句就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来就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。啊，染污尚且没有，哪来的是非。是非善恶全都放下，清净平等心现前了，这是真心啊，才能修菩萨行，才能行菩萨道。啊，阿赖耶里头这些毛病习气，用什么方法能化解？智慧，智慧现前了，知道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阿赖耶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一念不觉叫阿赖耶，一念不觉不是真的。这个道理很深。啊，大乘教常说八地以上的境界啊，正道八地自然就明白了啊，完全通达明了了啊，自自然然不再犯过失啊。八地以前就是七地以下都很难免的啊，不怕，怕的是不觉，觉就不怕。我们烦恼习气重，我们知道原谅自己，那最重要的要懂得原谅别人。为什么？自他报尔。要常常知道反求诸己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成就自己一定要想到成就别人啊，所以对于回报我们的人，羞辱我们的人，障碍我们的人，陷害我们的人，都不能放在心上。要知道，那些人本心本善，他本来是福。啊，他之所以对我这种态度，是一时迷惑。
这个才是根本原因，不是他的真心，是他的妄心。啊，他的真心是佛心，他的真心是善，不是我的，啊，本善。啊，我们对他更要尊重。啊，决定不能够以怨报怨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。啊，冤冤相报，双方都痛苦。我们原谅别人，他慢慢醒悟过来，会受良心责备。啊，有勇气的人，啊，他来道歉，他来忏悔，啊，就不受良心责备了。如果为面子问题，心理上要承受良心的责备，那也很痛苦。我们都能体会到，啊，学佛，忏除业障非常重要，天天要修忏悔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业。没有明心见性之前，哪一个不造业？常常忏悔，常常改过，我们的能量就向上提升。啊，这才能得到法喜充满。啊，能原谅别人，快乐。这是正能量。还有，第四位上官老师，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以及义工菩萨们，大家好。大惭愧弟子上官今天汇报的主题是：净土当机者，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。第一，弥陀本怀心包太虚量州沙界。首先，不孝弟子上官向师父上人和大家真诚忏悔。昨天接到协会的电话，说有同修写信提出，默学在上周的心得汇报中引用了一位法师的话，说弥陀在因地以不可思议悲智真正实现了极速祈愿、极速满愿、速成净土、速成佛道、速度众生的初衷。这位同修指出，说这段话的这位法师是一位不赞成汇集本的法师，要默学以后注意。接到电话后，弟子很认真地反省了一番，并仔细查阅了。确实，曾提出要以原译本为主、汇集本为辅等言论，特在此忏悔如下：弟子智慧浅显，没有在引用论述前调查清楚，实属不妥。以后弟子将尽量引用古大德的论述注解，以避免给同修造成不便，在此忏悔，令大家都不再因此生疑问。这件事情也令弟子深感弥陀本怀的慈悲无与伦比。从本经当机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，如善导大师所言，但为常末众生，
不干道小圣也。这正是弥陀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体现。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从常寂光而来，也都必将回归常寂光。所以哪个人不是如来，哪个人不是弥陀，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这个世界的一切斗争坚固，不都是来自于对立吗？倘若人人都能学习无量寿经，人人都能彻悟弥陀本怀，人人都能包容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善恶大小凡愚众生，三途六道自然转变极乐净土。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这句贤公赞叹欢喜无比的话的深意是什么？不是要别人先包容我们，先赞叹我们，而是应该我们先包容别人，先赞叹别人。原译本也好，汇集本也罢，哪怕其他修行方法，弥陀的心都容得下，都慈悲接引去极乐。因为弥陀深知以我等轮回心相续不断，其他佛土都无缘当机，根本去不了，因此特开净土法门，本为凡夫，兼为圣人。初学佛时，听师父上人讲经，才知道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样的殊胜的金句，出自武则天笔下，不仅令我这个初机叹为观止。佛法真实而又广大无边，只要是说的是正法，能令众生开悟的，不计较是谁说的，不计较这个人曾经怎样大错特错，通通包容接纳。正如佛法能在中国延续千年，不正是因为融合了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吗？现在的中国民间很多成语和词汇都是来自于佛经，这种互融不正是佛教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美德之完美体现吗？到了现在，却被后人忘记了历史，忘记了弥陀本怀，忘记了如来本怀。习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，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，但传入中国后，经过长期演化，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，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，给中国的宗教信仰、哲学观念、文学艺术、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。听一听主席的话，我们佛陀弟子是不是会惭愧和反省呢？那颗大爱之心，那颗慈悲之心哪里去了？四弘誓愿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就是要我们拓开心量，才能入佛门。不管他人曾经毁谤我、侮辱我、杀害我、迫害我、背叛我，我通通愿意慈悲爱护他，愿意他一起往生极乐净土，免得他造业深重，在轮回里出出没没。我等弥陀弟子往生往世都是追随佛陀，追掉对了，都是净土门里出出进进，又错入歧途，不然哪里有福报今时今日追随师父上人聚会此处？为什么追掉对了？为什么又误入歧途？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包容，我们的心对立严重，我们最后一念忘记如子一母的心，只管意念情执欲望，由于嗔恨贪恋相续不断，令心散乱，
弥陀母一子，我等凡夫子不异母，如同弥陀给我被凡夫打电话，而我等拒绝接听一样。我们听的那一切都是梦中之音，偏偏这一声弥陀圣号最后忘记了。第二，不被任何外境所干扰，维系住如子一母的心，念念弥陀，念念净土。弟子儿时想要出家，母亲对弟子说，古人听雨打芭蕉能开悟，你太笨，出不了家。母亲的戏言，弟子却当真了。北方芭蕉叶子少，小时候就经常去听滴水穿石的声音，听了那无数次也没开悟，以为这一生就浑浑噩噩度过了，没想到遇到弥陀和净土，再也不怕不成器，只要信愿行，我就是净土之器，什么人和事都别想再动摇我，我就一部汇集本，一位老师，至死不渝。看看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吧，每天摄影棚冷气房里足足4个小时，大家都知道冷气房对身体不好，但是老人家88岁高龄了，没有为自己颐养天年，每天完全没有一点考虑自身安乐，完全为了聚福众生，我们能不感动吗？如果问师父一生最大的特点，最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是什么？弟子会这样回答：忍，忍辱负重，忍人所不能忍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忍辱先人的境界。忍的本怀就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心和弥陀的心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而本怀的因就是知道一切众生是一体，弥陀大愿据此建立极乐世界，本师据此度化众生，不疲不厌学习弥陀之本怀，做净土之法器，担当如来之家业，人人有责，从我做起。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，错误之处还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。大惭愧弟子上官顶礼感恩。2014年4月23日。上官同学，每一次提出来的报告都很令人感动啊，真真修复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时期，科学技术发达，人民物质生活大幅度的向上提升，可是品德、伦理道德也是大幅度的疏忽了啊！甚至于有人担心，再过个20-30年，会不会灭绝了？啊，从趋势上看是有可能的。啊，可是我们从近代中国来看呢，好像还是有救。啊，国家领导人习主席，我们非常尊重他，非常敬爱他。啊，在他这一任当中，特
特别让我们看到欧洲的访问几十场的讲演，几乎每一场都提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啊，在当前这个现实，确实要有大国的领导人来提倡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，才能救国家，才能救世界。啊，这个事情让我们现在看到了。啊，我们感觉的这个国家有救，这个世界也有救。啊，特别是群书之要的发现，现在在整个世界大量的流通，啊，这一桩事情我相信将来还是中国牵头，啊，来带头把这一部书要交给学校，中国有外语学校，翻成各种不同的外国文，向全世界流通，世界就有救了。我们在旁边协助，啊，真正有志的年轻人做出牺牲奉献，一生专攻这一部经里面的某一部分。因为群书之要是从66种典籍里面提炼出来的，啊，它的原点要有专家学者用毕生精力去学习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想办汉学院的构想，用汉学院来完成这个任务，啊，把详细讲解的，特别是群书之要里面提出来的这些段落，啊，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，啊，这是我们真正帮助习主席化解全世界一切冲突，带领全世界走向安定、和谐、太平盛世。这一个目标啊，迈进。啊，我年岁大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希望年轻的同学们认真努力，啊，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，啊，再没有比这个更伟大了。中国传统文化复兴，全世界每一个族群、每一个国家优秀的文化同时都复兴，啊，百花齐放啊，世界大同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